老妹上菜要为大家介绍黄金 cheese 球，所准备的材料有虾仁150克、花枝姜150克、馄饨皮100克、cheese 丝50克、cheese 片4片。酱料要准备红曲酱1大匙、沙拉酱300克，还有酸黄瓜1条。以上就是今天黄金 cheese 球所准备的食材。球做法是：先将 cheese 丝放入小碟中，入蒸笼蒸至融化，然后再铺上 cheese 片，放入冰箱待冷却后取出切丁备用。馄饨皮切成丝，红曲酱、沙拉酱拌匀备用。虾仁拍碎，拌入花枝姜，搅拌至均匀，捏成球状，分成10球，包入切好的 cheese 丁，成为 cheese 球。然后将 cheese 球裹上切好的馄饨皮，入油锅130度到140度炸3分钟。接着将红曲沙拉酱用挤花袋做成一条龙状，至盘中做酱汁，再将做好的 cheese 球放上酸黄瓜，摆盘就完成了好吃的黄金 cheese 球了。